600多万的网络关注点击，有什么感想吗？确实这个数字听到的时候是还蛮惊人的，就是不想要。尤其像我，我经常是在微博上面跟支持我的小朋友们互动。那我知道这段时间他们有很多人是不维修的，非常谢谢他们，但是我不鼓励他们，我谢谢他们对我的支持，我希望他们不要再想到了。这次也是凭借《步步惊心》这部剧获奖。那《步步惊心》这部剧，拍摄之后有什么感受，或者是成就？《步步》这个戏确实让我感受到八位演员的快乐。那可以提前在里面是吧？希望可以选择一个方式，对吧？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做这个戏，所以我觉得要谢的朋友很多，连一个。所以我们一直到现在都还保持非常非常的关系。不过像你有时有些戏拍完的时候就比较少有联系，这个戏带给我很多，除了说很多的掌声跟鼓励之外，都很多养分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把提问的机会交给下面的媒体。那我们知道吴奇隆长得比较帅，面积也比较大，一个一个挨个来。现在已经好多了吧？现在其实痊愈了吗？因为是骨头的问题嘛，所以没有办法，但是已经好很多了。吴奇隆你好，我们那个有很多的大学生都在北京，在网上进行投票。那么请问您获奖之后有什么想对我们大学生朋友说的？谢谢大家的鼓励。那我觉得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在拍戏也好。在实现自己的一个梦想，那我也希望说，所有大学生们都能够在念书的时候，在念大学的时候，都能够很快的找到自己向外向上目标的方向，然后努力去做。那我也会用实际的方式跟我力所能及的方法去支持他。下一部戏8月份，现在正在拍摄当中，主要是就是就是这个下一部参演之后的戏在8月份，另外一部参演的戏。这次拿到了。这次没有得到专业评委的认可，你觉得是出在哪里呢？其实对这些票友，我觉得其实我们不是很在乎。作为演员，其实他入围已经是非常不错的，因为每一年有那么大量的青年来，那么多男演员，那能入选其中的，我也可以说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。就起码这个戏。好的，谢谢吴奇隆，再次谢谢各位媒体的热情，谢谢。